主席，咩叫感同身受呢？嗱，而家讲呢个题目咧，就系有关系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我喺呢个修正案编号8870陈伟业议员提出嘅政府总部保安局议决为削减分目000而将总目151削减呢一个过17,000,100,000,8,917,173,000元嘅，即係削減大約相當於保安局一般部門開支的全年預算咁樣。嗱，即係正話阿梁耀忠議員喺度講，即係嗰個位叫咩話？曾偉雄嘅不堪。即係我實講，仲使唔使講咧？我就係人版嚟噶啦。佢禍國殃民之甚啊！即係可以講，即係我實講呢個中聯辦啊，或者中共咧都要即係一定要用呢個人啦。嗱，話說而家佔中咧，點解會佔中咧？就係喺2013年嘅1月1日晚上，有一群市民喺中環示威。咁小弟咧，你都睇到嘅啦，網上瘋傳就係一人面對200幾個警察喺個路上面，我企喺度，200幾個圍住我，不能進不能退，我大口號嗌嗌下，嗌咗幾十分鐘，咁啲警察一埋嚟就擒住我，就話阿梁議員唔好意思，你唔好講嘢，我話你點解？唔俾我講嘢，我話你憑咩拉我？哦，唔使講噶啦，拉咗翻去先講啊咁。憑乜嘢啊？哦，拉咗翻去先講咁。嗱，呢個就係因為而家佔中嘅領導人戴耀廷先生就睇到呢段片，即係當然佢唔知道我嘅對話啦，就睇到話有冇搞錯啊？係咪？你話人哋堵路，咁一個人企喺條路嗰度，就算佢真係堵路，堵唔堵到咧？堵唔到。既然而家佢唔係堵路，咪 jaywalk 咯，係咪？即係俗語講嘅不小心行路咯，咁咪拉佢咯，票控咯，或者再果係呢一個環抗嘅，咁擁埋一邊處理咯，點堵到路啫？警察幾百警察圍住一個人嚟喺度堵路，而想嫁禍嗰個人堵路，老實講，窩囊之瓜。嗱，呢個就係點解我唔俾錢佢，其中一個原因嚟嘅。無啦啦山達啦，戴耀廷講到明啊，就係、是、因為睇到哇咁都得，咁唔好啦，長毛一個人喺度已經咁老啊，變咗老毛啦，57歲仲俾人哋咁糟質，不如我哋陪下佢咯。戴耀廷呢個教授副教授係年輕過我噶嘛，係咪？咁佢哦，不如我搞啦，哎呀，長毛搞唔到噶啦，勢孤力弱，喂。你曾偉雄當日梗有睇電視啦，因為佢好快就發表嗰個聲明，話譴責我哋啦嘛。佢做到咁嘅級別嘅嘢咩？曾偉雄開口及着你係咪啊？梗係佢情報咗俾保安局，保安局即時話喂譴責一班人堵路，跟住就翻嚟拉埋阿陳偉業議員係咪？你都翻嚟都準備走噶啦。个阴谋嚟㗎嘛，人哋冇堵路，你周四方八面去堵住人哋话人堵路，插庄稼喎。喂，我俾钱你，等啲钱落去米缸啦，阿哥。係咪沦为笑柄，小弟就唔得闲，啱啱过咗冇几耐又有呢样有嗰样，又要去呢个拉布，上旧年拉布，今年就唔系㗎，而家喺度讲緊嘢。喂，淨係呢件事又唔使出嚟道歉，又唔使出嚟講嘢，係咪啊？喂，正話梁耀忠議員就講同個題目講話呢一個2011年嘅3月6號清場事件。喂，我實講稍微有邏輯都知啦，主席啊，我哋間事我住喺呢個七重天啊，柴灣嗰啲黑社會就係咁樣㗎。只要你行過去踢到佢嗰個屋企個門口嗰個香爐灰檔呢，佢就走過嚟問你㗎啦。喂，先聊者一戰打死無怨，係咁揼到你俾錢為止。如果你去處理一啲你認為犯法嘅嘢，你配備咗一啲有明確守則，係點樣用幾時要用
的一些殺傷力的武器或者傷害性的武器。你說這個周偉雄是不是腦袋有問題？人家告訴你，你使不使這樣？他說哦，沒有啊，我們執法就要這樣的。喂哥，那你的指引扔了他啊，是不是啊？對個小蚊仔都是這樣。喂，苦毒不吃兒啊，老虎啊都不會吃自己的仔的，是不是？幼不幼稚及人之幼啊嘛，經常講國粹。我噴你周偉雄行不行？硬射你周偉雄行不行？硬射你周偉雄的仔行不行？還在那辯護，我怎麼道歉啊？這個我維護法紀。喂，講北京天安門事件啊，都是這樣講的，人家說喂，我們沒有防暴警察，所以沒辦法不用軍隊啊，是這樣講的。哥，沒有說我們用軍隊殺你就可以了，講嘢。喂，你一個人智力啊咁低下，做咩保門首長啊？人哋問你嗰樣嘢，你答都唔知人講乜嘢，所以咪繼續咯。射完個細蚊仔，咪繼續射咯。小弟最近嗰單啲真係大佬瘋傳噶啦，係咪啊？喂，真係有乜嘢好過一個議會係一個受害人喺度講受害嘅經驗，去話俾大家聽嗰個首長係唔得噶？喂，我拉一拉個鐵欄。咁咪要拉要殺啦，呢啲同黑社會有乜分別啊？喂，我哋點都掂我，打死無怨啦，係咁揼揼完之後，喂喂，你有冇搞錯啊？人踢到你嗰個香爐灰啫。喂唔係啊，喂，佢踢我香爐灰，我點知佢想點啊？揼啦，有乜嘢踢到香爐灰係打㗎啦，打到半死咪算好囉。咩人嚟㗎呢個保安局局長？我請教你啊，保安局局長，你下面嗰個叫做曾偉雄嗰個人是不是啊？喂，人家问你有没有用到不必要的暴力，你就说我執法就不用道歉，你讲什么东西啊？主席，如果就算在这个议会发言啊，你都说我离题啦，是不是啊？这样的水准还自以为得计，自以为自己辩才无碍，丢面。主席，由2011年3月6号，我哋去查佢嗰單嘢，佢話唔使道歉，到最近我攔射我嗰單嘢，三個差人噴咗一次，仲係錯咗㗎，話俾你聽，噴係要噴眼，佢噴到我鼻嗰度。阿哥，一尺以外，一尺以內，兩尺以外噴，一尺以內噴，噴到我鼻嗰度，話明係唔可以噴肌肉嘅，就噴到啲肌肉嗰度，做肌肉會有永久性嘅傷殘嘅。喂哥，有冇檢討啊？好啦，噴咗啦，我都同他人都一樣為我。喂，佢話梁議員唔好啊，咁就噴啦。喂，咁你啫？喂，梁議員唔好咩先得㗎？好啦，兩隻手臂拉住啦，好似釘十字架咁啦。仲有一個衝埋嚟，哎，抽水，切又射一嘢。主席，上面嗰個唔生性，下面嗰個梗係揭墮啦，啱唔啱啊？二世祖必生三世祖啦。喂，你嗰個警察嘅警務處處長喺度指鹿為馬，所有嘅差佬見到任何四腳嘅動物，包括狗在內，都話係馬㗎啦，大佬啊！因為指鹿都可以為馬咯，指狗點可以為馬啫？喂，你表率嚟㗎嘛？是不是？老实讲，主席都不是他错。如果讲很多的错，咩黑影稳啊那些，喂，是那个负责的警务人员错。他错了你咪话错咯，即是很简单，主席。梁议员，你夹好呢个咪，咁你做动作的时候呢，大家不需要咁辛苦。好简单。同时你不需要咁大声嘅。好似呢个学唔系唔得啊，激愤嗰头啊，讲到自己嘅嘢，是不是啊？喂，好似呢個海事處咁樣，嗱，舉一個例，呢個廖漢波唔承認錯誤，咁你咪張炳良出嚟認咯，認咗之後廖漢波咪認咯，係咪？張炳良啊，好過好一萬倍啊！喂，自己下面嗰啲人唔認錯，咪我認錯咯，我呃大佬食，咁個細佬梗係出嚟話我都食，就算係屎都食，係咪啊？新表率啊嘛，新鮮事卒啊嘛，你帶頭唔認咁咪唔認咯。其實我絕對認為曾偉雄同我冇私仇啊，
佢唔會話喂，你見到長毛龍我噴幾嘢，佢一定唔會啦，玩咩？大人唔係做大事噶嘛，係咪？但係你下面嗰人做咗，你仲要維護喎、啊，主席。如果我哋嘅呢啲同事啊，得閒埋打我一巴，咁我話喂，主席唔得啱喎，打我一巴。咦、哎，有咩問題啫？打一巴，唉、哎，你喺度嘈，我叫你主席叫你唔好咁大聲，你都咁大聲，我打一巴，你有乜問題啫？呢、這個咪 excessive forces 啦，明唔明啊？使唔使我教書啊？即係我諗諗下，我真係唔做議員啦，教書好過啦。喂，係唔得噶嘛？你可以你同我講啊，喂，阿議員係喺度大聲，我佢唔啱，我會趕佢出去噶啦，趕唔到出去你就㧬佢出去，你唔好揼佢，係咪啊？你唔會話喂呢、這個梁國雄抵佢死啦，次次都係咁樣嘅，喂揼佢啦，你唔會咁做噶嘛？所以你咪叫曾玉成咯，佢咪叫曾偉雄咯，管教下佢啦，曾氏宗親會。阿梁議員，你離題啦。啊，離題 ，OK。嗱，喂，咁你管教唔到你嘅下屬？嗱，其實有幾種嘅為官之道，一個咧就叫做西南二百虎，就係咧睇住你慢慢陰乾，睇住你死。大部分為官嘅人都係咁樣嘅，唉，唔出聲，由得你死咯。唔係喎，呢、這個反其道而行之喎。佢自己都 excessive force 所用，就係話我支持你，咁你點留喺度啫，阿哥，係咪啊？喂，我都未數啊，真係慶祝難書啊！淨係發生喺我度嘅事件都大把，係咪啊？喺呢個李克強嚟香港嘅時候，我架車經過呢個會展，捉咗我司機去，為捉我架司機去驗車，我司機話喂。你捉我咩？唔好講咁多，跟住行。如果唔係，就拉你。跟住去到，佢一睇唔到，我架車似 van 仔啊嘛。我捉你磅車啊，因為你架 van 仔，我話佢唔係私家車嚟喎，大佬。私家車嚟喎。哦，咁啊，咁都要噶啦。咁你就唔磅啦，拎曬嘢落嚟啦。喂，阿哥，呢啲仲唔係濫權係乜嘢啊？阿哥，喂，做警察，我當然知道警察是一個政治的工具，但是根據我們政治倫理不是，所以你就要扮到不是。尤其是當你那個政府說不是的時候，你要這個落手這個講大話的原則，就是殺有介事說不是。你現在搞到完全自己穿崩，他是不是泛民主派的擁躉來的？是不是忍辱負重，在這個 身在曹營心在漢，要暴露政府 的窩囊啊，哥。你咁嘅人點用啊？就算從為政即為執政者嘅角度都唔用得啦。唔好話從我呢個角度，用人權嘅角度啦，從政權嘅角度，係咪啊？你自己做錯咗嘢，黑影響仲好笑，伸隻手落去喎，哥，唔係啊嘛？你真係當乜？當人哋當香港係乜嘢人嚟㗎？喂，講大話講個精密啲㗎，都最少梁振英咁啊，係咪啊？我唔係係唔係咁樣搞得兩搞，咁就冇啦。你唔知講咩？你淨係直情直講喎。喂，我見到因為佢手去擋擋佢啊，哥，你試下。主席，曾偉雄同我冇私怨嘅，我亦都老實講冇乜點批評佢嘅。不過你點樣情何以堪咧？成個保安局就俾佢喺度磨弄，係咪啊？喂，一個。記者大聲啲問國家主席，又要拉咁拉咩咧？升波功啊！嚇、啊，國家主席唔啱聽，咪大耳塞咯，哥有噶嘛呢、這個世界？你咪配備一個嗱、啊，主席，如果我做擦鞋仔咧，就咁樣嘅。胡主席，我配備一個呢、這個耳塞，係淨係聽到低頻嘅，即係話唔係高叫嘅聲音，咁咪得咯。因為所有示威都係高叫，或者要問個高叫咪聽唔到咯，自然聽唔到咪算咯。咁你都用得一音波炮，唔該你揾啲錢去買一份嘢咁樣做，就唔使咁肉酸啊嘛。但係個問題，佢最後尾仲話：哇，咁你蘋果記者唔守秩序，用聲音嚟擾亂秩序啊！哥，你有冇搞錯啊？人哋問阿主席，喂，到底你記唔記得六四？佢冇話喂，又冇人身侮辱，又冇話喐佢，咁都要拉？咁都要拉去問話，仲搞到現場記者同警察衝突。咁如果現場記者同警察衝突嘅時候，乜人命財產嘅損失點先？咁你周華有冇講過乜嘢呢？周華講過乜嘢？我問，喂，俾錢你唔係唔得啊？
而係你講得出個價值啊嘛。老實講，去花街柳巷都講價啦，係咪啊？有乜理由你而家呢個公帑俾錢仲不及呢個花街柳巷啊？所以我覺得主席，我都未講完，我下次講。